大家好，又是我向后卡，今天继续玩 GTA Online。 由10月13日开始就推出了万圣节的期间限定活动，地图就出现了杰克灯笼，一共有200个的，你每执一个南瓜就会随机出现导弹或者吸糖，首次在一日之内找到10个就会有奖励的。今天这条片就是话住给大家知其中10个的位置先。You must be retarded. Jesus fucking Christ!首次在一日之内找到10个就会额外获得50,000的。另外还会获得这个恐怖南瓜面具的。那你打开互动清单，风格入面的动作就会多了一个叫面具音讯的，那你要听到你的南瓜面具是懂得发声的。又或者按住 L3R3 都会听到佢发声。另外互动清单的物品清单，每日收藏品就会多一个导弹或吸糖嘅。咁睇嚟执咗嗰啲南瓜咧，每隔一日咧就会重新再出现翻噶啦。咁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喺活动期间揾齐200个咧，就会获得一件 T 恤嘅。
這個真的有時間才再拍啦，200個啊真的有點多的。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之后落嚟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系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